传说这一杯能胜过十刀面膜，摊子来试试，一二两勺。OK 开，笋儿。OK 开，焖煮20分钟，出焦了，然后加入红枣和枸杞，适量 OK 糖，又焖了5分钟，然后加入纯牛的奶。OK 开，不要再继续煮了。知道为啥吗？臭宝。晚八人们跟潘子一块装杯吧，昨晚熬夜抢面膜，今儿咱们就喝面膜。潘子才100岁就开始重视这个了，让我来浅尝一滴。哇哇，哎呀呀，记得关注啊，可以看新杯杯。哇哇，来做一杯热乎乎的生椰拿铁吧，看看那潘子有新欢了。纯纯的椰子粉儿，贼便宜，潘总贼爱，打个椰泡先。笋儿，一键加热打液泡。哇哇哇 ，OK 开，还挺绵密呢。宝儿，比心比心比心。好了好了好了。猛男装小杯好快乐啊。OK 开。咖啡二级里头，勉勉强强拉一个银河系花，让我来浅尝一滴，就一小滴，沙沙的。哎呀呀，记得关注 OK 开。